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Dixon 啊。上次咧，小明和 Anson 咧背叛我，去帮 Benny prank 回我，所以咧，今天我一定要报复小明。今天我要做高奶，讲做高奶不是 prank 啦，不算 prank 这个东西，就是我要一整天烦着他，就是我要一整天烦着小明，一直烦他，烦到他别打喊，这就是我对他的报复。所以你先找一个机会就 start 啦 ，OK， 等下见。现在我要去他的房间，他在弹钢琴，我感觉。喂，小鬼，什么？我今天拍 video， 你拍 video 有什么 content 吗？我那里有什么 content？ 我今天要烦你一整天。不要玩，去死！上次你背叛我之后，我心有不甘。哎、欸，安生，谁背叛你了？我心有不甘，不是我背叛你先。你也算是一个了的，你也算是一个了。结果、今天我就是要反告你，你做什么我都要反你。来，我们一起弹。耶耶！我老哎。耶，对，没有错。现在我们来吃东西啊。好吃啊！你们看，吃生啊。吃生啊！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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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笑。看别的食物最好吃。喂，你等一下给嘛，我这一份我已经，你不要玩。没有，当做是他请教对他。哇，你的凶啊！因为我们今天讲好了嘛，要烦他一整天嘛，包括他吃的食物。烦我罢了，不是要给我给钱的。一样东西要照吃。喂，笑哎，看他又在哪里搞了，是不是？笑哎，东西要吃啊，免费的东西最好吃。咱们吃完过后再进去嘛。刚才我有 export 影片，因为 他明天要出片，所以呢，他在 export 影片。你看 ，OK， 现在我要做高他，该cancel 掉先，不要 export 了。然后这些全部打开啊，全部打开，打开了，我要删到完他的影片。OK， 你看啦，你看啦 ，marking 啊 ，marking 啊 ，OK， 水。我跟你讲，他一定起笑的呀，他一定起笑。我给他删到我，他一定起笑，看到吗？整个影片里面是空的 ，OK， 直接是空的，你看什么都没有。OK， 我现在当作没有事情发生，然后我回去我房间去，然后看他什么反应。OK， 你看影片呢，你一定气死了，我跟你讲，代表我的目的成功。起来喽喂！小伟，起来了，不要睡了，起来，我们要去吃了，走走走，我们去吃。几点才睡？来跟观众打招呼一下。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反告他，就是不要给他睡了啊！起来哟！喂喂，哇，还用了这一招，直接锁门，不要给我进，不用进，等一下等他自己出来。我等他自己出来，等一下看那个影片之后啊，就知道什么事了的。就打这吧，就等他吧，我就等他吧。这 plan 呢，完美了的，今天就是要做高好，而且还一个人在家，没有其他人帮他，只有我跟他在家。啊，这边喊了，这边喊了，这边喊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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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剪这样久了，结果他跟我生到完哪里公道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个不是平等的这件事情。我也剪啊！你剪到这样烂，我剪到这样好。哇，观众这样讲对吗？对啊。我剪到很烂咩？在下面留言，好还是烂？烂。你觉得烂？笑诶！现在我剪很久，你这三段我剪拿回来。这问题大了，到底要想拿回来？笑诶！你不要玩了。啊，看到吗？把我垫回去。第一次剪接啊你！啊，你太丢脸了，是不是？我不会这样过分这样对你的，我笑一下。你看他无言了，他直接无言。猫咪。你傻嗨耶！你拍什么影片？不用紧，不用紧，等下我再抓机会。OK。你不要玩了，对吧？他不是没有在房间，他应该是在厕所。他在哪里？耶，有没有人没有锁门的？耶，上厕所也没有锁门的哦。哇，你喜欢通风是吧？哇，锁了，锁了，锁了，我看不到了。我老喂，小明啊，上厕所要锁门，不要每次被开啊。啊，你看他生气了。这样爽吗？通风吗？啊，给他搭到几爽，给他搭完全了，大便不要再吓他了。如果大便再吓他，他就很可怜了。喂，我们再期待下一次讲龙卡，给陈静聊一下职，我们又看他去做什么。现在，哎，又要找时间了。喂，你有在房间？小心。我终于做到了，我终于锁他在那个阳台了，因为那是他 prank 阿旺，是不是？你 prank 阿旺是不是？我帮他报仇了先。在这边待到半夜了，看到吗？就是我那句话，出来走，迟早要还。他现在还了。喂，不要跳楼！小明不要跳！小明，喂，不要跳楼！喂，有什么事好好讲，不要跳楼，好好讲。我们有什么事可以商量吗？我们真的是可以商量的，没有第二句了。哎，你今天就睡这里啦。你要枕头吗？我给你。那枕头给你，枕头。喂，喂。Oh no！ 喂，不要逼中指小孩子看啊！喂喂喂，打马赛克，帮他打马赛克。马赛克，快点打马赛克，乱乱比啊你啊！不要跳楼，好好讲，我没有事，好好讲，真的好好讲。不用紧，你今天睡到半夜我才放你进来，半夜啊天两点，现在又是鬼月哦。他可以，我给你个 cam 啦喂，我给你个 cam， 兼挑战鬼月特辑。很棒，就是 OK 啊。等一下我锁了他几粒钟，我再来看他。毕竟我东西做啊，冲一个凉，吃一个饭，在里面吃饭，折磨。OK， 现在我凉也冲好了，衣服也换了，东西也吃饱了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明现在怎样，叫我一下。Hello， 我在睡觉哦，你的朋友在睡觉哦，要进来吗？乖乖，我们谈一下条件，你就可以进来了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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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看一下。哇，这小伟啦是打算今天睡这边的，所以你们不要骂我啊。他打算今天睡这边的吗？我要给他进来了，其实。过来过来，我们谈条件一下，我给你进来。喂。啊。OK， 你唱一首歌，我就给你进来，唱一首就好，不要多。我们不要过分啊。
唱一首我就跟他讲，因为我心疼他在外面，现在又是鬼月呀，那多两三个人陪他睡就好。你在唱什么歌？你跟我讲，我们好好讨论这件事情。不要 ，OK， 啊、我蹦是不是帮人家打广告啦？你会唱 Fuck Him 吗？不要骗我，我每天开给你听啊，你跟我讲你不会啊？啊 ？OK， 啊、OK， 我们来一个简单的，敌人。你能记到一半，我就给你进；唱到一半，我就给你。可以的，笑颜你英文这样厉害，然后什么都会。你是瑞凯的，我们这个 group 你最会瑞了。没有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骗人了，你要认真一点唱，你要认真一点唱。你认真一点，我给你进来。啊，认真一点嘛。哦，哎。你会的 Fight it 啊，来啊啊，你会的，他会的，他一直在那边演戏，总之他会的就是了，你看他没有诚意，我要给他进来还没有诚意，讲吧啊，你有两个 choice， 一就是唱完一首，二就是跳下去，你跳下去死了脚断了，等一下我还真的要跳，准备完，呜呜呜！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我跟你讲，你跳下去脚断啊，人家屌的是我，不是你。我跟人家屌死了，你看不会的，还要跳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去抓着他。OK， 所以哦，现在已经过了大概四五个小时了，其实现在已经12点左右了。然后我们看还有没有诚意，如果还有诚意的话，我大概。等一下就会放他，我会在这里陪着他，没有关系。OK， 现在我找了一个人帮我谈判，就是这个笑诶，不要一直唱歌诶，等下我中版权。没有什么如果中版权就代表我唱到太跟原唱太像了。这样讲又没有错。我曾经中过一首周杰伦的《告白气球》，中版权唱了，新唱完了，音乐都没有，所以应该是我唱到太像周杰伦。太可能，你们信他的鸟话没有？真的，没在讲鸟话。这个是怎么？这校园已经被我锁五个小时了，然后你现在要帮我谈判一下 ，OK？ 你要跟我跟他谈判。谈什么？我要他帮我剪这个影片，我一天烦他下来的影片都要他剪，给他自己读了。这样爽吗？一边剪一边读，是不是？我就是自作飞。等下给你乱剪，那就是心不甘情不愿。还要对得起观众。我一定直接播出观众看，他看他对得起对不起，他懂了吧？他还不懂，你跟他谈一下。然后，所以意思就讲，他要帮你剪才放得进来。对，剪完，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，我们下个 content 还要陪我拍，还有你们也是，我要讲，我们要互换手机一整天。哦，你要说服他，达成这两个条件还是可以进来。那个不用了，那这样你这样帮你剪片就可以了。你跟他谈一下，是不是？你跟他谈一下。哎，他讲如果你要进来。手脚不够快嘛？阿江，你听到吗？听到吗？他听得到了，你讲话。你听到吗？阿江，如果你要进来，啊，他今天这个影片，你就要帮他剪。对，然后才放你进来。你点头，我们立刻就开门给你进了。这样，你有什么表示？完了喂，现在一两点了喂，还不要睡啊？我等下真的放你在那边度过鬼月哦，我跟你讲。啊，他真的是答应了啊！你讲一声 OK， 干净一点吗 ？OK， 讲一声 OK。你讲 OK， 你要讲 OK。OK。OK。所以我的影片差不多可以结尾了。啊！现在我们启动一个啊，放他进来的仪式哦。这是开门放狗。OK， 来耶！ Yeah! 开门放狗，我们破灭小了、啊，观众在这里啊。OK， 要破灭小。然后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G 啊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G， 对，没有错。还有我的 ，Thank you。啊，还有他的啊，早上好，先。OK， 骗了一个佛。好、oh, ，期待我们下一个 content， 耶、yeah, ！手机互换一整天，拜拜，woo！
Let me be my